What up？ 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天，因为我是导师。Don't judge me。我们今天能够顺利吗？我脑袋有带。Special Boy， 今天我们是有 Influencer Camp， 是勾选的 Influencer Camp 一点，然后我们现在就要上去做一个误人子弟，然后上去做分享会，然后就分享如何可以做 Influencer， 如何可以做一个 YouTuber， 还蛮紧张的，因为我分享那么多东西，我都从来没有跟人家分享过怎么做 YouTube， 我是怎么开始做的，然后还有一些我的心路历程，是这样讲吧，心路历程，随便了。反正上去先呢。Yes sir。然后可以直接进跟按什么？再推。可以吗？啊！闻成功一阵子。All of these thoughts in my head is getting hard to organize. Rooms crowded. How could I still be looking for reasons not to invest? Knowing your family was never there, I can be another source of abandonment. Heart chill to their daughter's maleficent. Can't approach you. 来，进来，这边先欢迎 Ruby。很长，我会跟你说，他们拍影片或者是做的每一个东西，是因为他们喜欢，他们热爱。他们喜欢要做自己，但是我觉得绝大部分是做高礼貌，真的。你要听过这样的话，老外讲很多话，其实很难 focus， 你知道吗？所以就是在那短短的几分钟，你可以看得出一个人到底想要表达的是什么。Influencer 你要宣传的东西是一个影响力，影响力是来自你有热忱的东西，你会的东西，你有信心的东西。如果你没有 passion 的话，你东西是做不下去的，你会直接被订阅率还有订阅的人数影响。 If you want to create content, don't give a fuck about how many views that you have for the first 3 years or more, you know, don't give a fuck about your views because you can't move forward if that's the case, you know. 所以如果你没有 passion, 你根本没有办法可以做下去。如果讲要创作，还有对于 fashion 这个东西，我的 main passion 不是在 fashion， 是在创作，所以这个是最主要的定义。所以我从来不太什么去买衣服，我从来不太什么去做开箱，因为不是我的兴趣。你要很清楚你的兴趣在哪里。那我知道创作是我喜欢的东西，但这个就是来的问题。你创作的东西有没有人想看 vlog？ 我觉得 vlog 是一个最难做的东西。Why？ Because what is so important or what is so interesting in your life？That people actually want to see, make interesting. That's the key. 网络是这样子，你可以任何一天无端的破，哇，很够红，马上拿到偶像了。那第二天你又变成一个梦锤，这个东西不出奇。我跟你讲，你今天可以去到多高，这边你可以跌到多低了。打个例子啊，最近也发生多事。You have to find community.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 YouTuber Jasmine 讲的话。他也是启发我做 Fashion YouTube。他讲过，他花最长的时间是找出自己的族群。所以找出族群不是叫人家来 subscribe 你，而是你丢出一个东西吸引到他看，他觉得哎，你现在做的东西是我做不到的东西，我想跟你一起去做，这个才是那个比较对的 formula。 很多人讲你要做一个东西，你必须要小小心小小开始，有些人就讲哦，我要全部丢进去开始做，我倒不全然，我觉得是这样子。
我觉得东西你要 believe in big and you start small， 不需要花钱去买相机来拍影片，真的不需要。在你搞还没有搞清楚你到底喜不喜欢用相机做东西的时候，千万不要去买，因为相机一点都不便宜。OK， 我的影片前一年都是用我在家丑丑的 iPhone 7来拍的，我从来没用过相机，所以真的不需要相机，不需要买一个几千块的镜头来拍一个300块的东西 ，It doesn't worth it。OK。所以第一个 box 我觉得是 potential， 就是你能做的可能性，你的 possibilities 可以去哪里，做 fashion 可以去哪里，做 vlog 可以去哪里，你可以车带到哪里去，真的很重要，真的很重要。你可以讲不会带到去你心里 ，it doesn't matter， you know， 只要你有一个目标，你懂你在做什么 ，because potential define 你的 action。打从我第一天做 fashion boy 开始，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做不起来的，因为我前半年我就只有那2000 subscriber， 到后面突然爆变到一个6000，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做不到的。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我是做不到的，我从来不觉得有东西我是不可以做到的。时间问题和要不要吧 ？No， 我从来不认输的，没有东西可以讲我做不到，没有人可以讲我做不到。你讲我做不到，我有一天做来自己打脸，这是我的个性。有了 potential， 你 decide 你的 action， 有 action 才会有 result。有了 result， 你会坚定你的 belief。当你有了 belief 的话，你是更加相信自己的 potential。So when you have bigger belief, greater, stronger belief, you know that you have stronger potential. Stronger potential, you want to show your potential, you cut it out, you give more action, so much more action. Action gives you better result. Better result gives you belief. Belief gives you potential. 啊，我一个定律是龙和虫啊，那虫和龙都很像，都是一条的，是不是？只是一个长一点，一个短一点的。但是，如果你想要做一条龙的话，你就不可以 as 一个虫开始，虫是变不到龙的，除非你杀了龙。OK， 龙可以做虫，但是虫是变不到龙。所以我就有讲过一句话叫“蛟龙得鱼鱼，终非池中物”。原因是因为你要相信你自己是龙，你才有本事是龙。你相信你自己龙是龙的话，时机到了，你一定可以飞上天。一起飞好不好？就是在我有能力买一架飞机之前，我要进洞里面思考人生。去洞地。So long, my friend。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分享一次，看个半次，看台上我直播，跟着 like 我的 page， 关注我的 Instagram， 锁定我的 YouTube channel。下期见，拜拜。